ke-13 dibubarkan. Hari mengundi ialah pada 9 hari bulan Mei.这里是 NTV 七和八度空间联手制作的2018全国大选开票夜特备节目的现场，我是陈嘉荣。在我们现场呢，有两位点评的嘉宾，分别是尹信和孙和盛先生。好，欢迎两位再一次和我们一起来掌握最新的成绩哈。那我们看到昨天晚上，也就是在今天投票日之前的昨天晚上，纳吉呢有宣布了三个消息哈，他就是说会有两天，如果国政继续执政的话呢，会放假两天，然后呢开斋节呢全国大道不收费5天。然后还有呢，26岁以下的青年不必缴税。那有人就解读啊，其实这是国政呢选情告急的最后一种挽救的手法哦。各位是不是也这样解读呢？我们先请尹信来说一说。其实我对26岁以下年轻人不需要缴税的最感兴趣。那么多放假两天，或者是一天，或者是开斋节全这个大道不收费呢？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政治的决策方式啦，就是政治伎俩啦，我老实说。可是我觉得26岁以下青年不必缴税，那个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第一，你看，如果年轻人差不多23岁毕业，或者是22岁毕业，那么就有很多人可以在26岁之前，可是听说只是一年是吧？不需要缴税，应该是只有一年。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么我觉得这样子会变相的去鼓励那些企业。给年轻人的那个薪水会比较高一点，因为他们不需要缴税嘛。那么以那个企业的那个角度来说，那么他们就应该可以帮把年轻人的薪水调得高一点。那么如果他们把年轻人，就是说26岁以下的年轻人的那个薪水调得高一点的话，那么我觉得在整体上大家的薪金也会变，就是说也会indirectly 往上推。我觉得这样也是很好的一个举措。再说，如果是想要创业的那些年轻人，那么如果他们是26岁以下都已经正在创业的年轻人，那么如果他们不需要缴税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对那些正在要创业或者是已经在创业的年轻人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那和盛是怎么看呢？我觉得这个呢作用不大了，因为马来西亚真正的问题，特别是年轻人的问题呢，其实是缺乏体面的就业机会 decent employment。如果你不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些扣不扣税其实作用不大了。因为马来西亚的真正的经济问题呢，特别是对这年轻人来讲呢，我觉得主要是一个三低的问题，低技能、低生产力和低增值的经济活动。如果你不解决这三个问题的话，这种东西呢，可以当做小恩小惠了，不过不会真正解决问题治标不治本了。是真正要解决的，应该去解决低技能、低生产力和低增值经济活动这三低的问题。你只要解决这三低的问题呢，整个社会经济都会活跃起来，年轻人也会减少很多的埋怨，因为现在马来西亚最多埋怨的呢就是年轻人，而且他们埋怨的就是物价涨得太快，而物价涨得太快的真正的原因呢，当然是很多了，包括 GST。或者是马币贬值，或者是取消这个补贴合理化，但是真正的原因其实是这三低的问题。你不解决这三低的问题，那么你的薪资水平呢就赶不上这个通货膨胀。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以大家说的，其实这个政策呢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立竿见影的，它是长期性的一个施政啊，一个政策的执行，对，而不是在提出来之后呢就能看到成绩的。像相同的，在之前呢，其实像首相纳吉看守首相纳吉呢也抛出了所谓很多的所谓糖果政策哈，比如说给一马得士的援助金啦，160万的公务员调薪啦、花红啦，还有呢，就是还会承诺要调涨一马人民援助金等等。那这些其实以刚才各位所说的，其实它的效果只是一时的，治标不治本，一次性的，对国家的未来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对它的。所以其实还是要比较长远的一个一种执政的一个政策的执行。对政策上一定要改变，太过明确，太过明确，太过明确。
所以这也就是说，以各位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呢，像大家所认为的，就是会不会就是一种最后的一招，他在尤其是在昨天晚上，对，投票前一夜，然后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承诺，针对年轻人呢，想要吸引的是更多的年轻选票，应该是有这个动机在内，是有，可是应该帮助不会太大，帮助不会太大，尹馨常常接触很多年轻人，你也很年轻，对不对？那年轻人到底真正的要什么？在这次选举里面，你觉得年轻人关注的议题，他是不是能够跟不管是西盟或者是国政两方所提出的一些宣言，或者是未来的一个施政方针，有一些连接，还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那年轻人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年轻人现在只要改变，他只要变。他其实没有去理太多西盟的 manifesto 是什么，或者是国政的这个宣言是什么。其实很多年轻人，据我所知跟我听到的是，大家从来都没有读过或者没有听过，也不理两边的这个竞选宣言是什么，因为他们要的就是改变。所以双方就是你自己讲你自己都无所谓，他们只是要变。是，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那求新求变一直都是年轻人的一个本性嘛，就是要看到很多的变化，因为他们有旺盛的生命力啊，希望自己能够看到更好的明天。那和生你所掌握到的年轻人，你觉得年轻人最关注的是除了假期，除了这个免税，这个应该不是他们要关心的重要的题目啦。是，因为对现在马来西亚的问题，其实讲来讲去，最重要的对所有阶层、年龄阶层，或是对所有种族，都有共同的切身关系的，其实都是经济民生问题。那对年轻人来讲呢，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decent employment， 就是体面的就业机会。马来西亚没有错，是有很多就业机会，问题是这些就业机会不是他们所要的，而且我们从1990年代以来就大量发展这个高等教育，其实这是一个祸根啊，我认为这是祸根啊，因为其实以马来西亚发展的经济发展的阶段来讲呢，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技术与职业教育，不是培养太多的这个大专生，这个是一个问题的来源。因为我们知道，凡是受过高等教育而又没有得到体面就业机会的人，这些就是造反的人，像阿拉伯之春，其实就是这些人在造反，所以政府虽然硬着头皮扩大政府的公务员队伍，把他们吸纳进去，但是已经到了吸纳的尽头，很难再吸纳他们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最想做的是公务员，其次是进入正年公司，但是如果这两个机会都减少了，他们就知道进入私人企业，但是进入私人企业他们又要跟外劳竞争，但是讲到最后根本啊，是我们的教育和培训政策没有让我们的国民有一技之长，这是问题的根源。所以不管是谁执政，接下来其实像和生先生所说的，就是根本性的从教育，从很多的培训方面的都要着手，因为毕竟教育还是一个国力的资本啊，这个培育啊，然后累积这种实力，这才是根本解决不满的治本之道。当然这个政策呢是针对年轻人啊，就是免税的哈。那在这个竞选期当中，我们有看到很多的一些承诺，或者是很多的一些呼吁，像针对华社来讲的话呢，大概有几样，像这个看守首相啊，郑建华小对教育方面的，还有承认统考问题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哈。当然呢，还有一个呢，对华社来讲呢，也是我们看到国政会提出来的，像纳吉会提出来的，他有三度抛出了所谓的华裔部长论，也就是说要呼吁选民，华人选民呢要支持国政啊，不然的话就没有一个代表的部长。华人的代表部长在内阁传达声音，一再的提出这样的一个呼吁。那看起来这个呼吁到现在，我们以成绩来看的话，你觉得他对华社的作用大不大呢？华社就怎么看待这个华裔部长论呢？我认为作用不大，因为现在华人我发现到有一种看法了，很普遍的看法。这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呢，最好是改变一下。如果不对劲的话，我们可以再来改变。所以你这种心态你不改变的话呢，那么其实华裔部长这种东西呢，对他们来讲，应该对现在阶段的华人的想法来讲呢，可能不大对劲。因为现在华人的想法，我有一种感觉啦，他们强调选党不选人，
又讲什么好人进错党，显然可以看得出他们的心态不是在乎有没有华人代表在政府里面，我的感觉是这样了，他们大体上是不在乎。是，那尹馨怎么看？就华裔部长论，我觉得华裔部长论呢，只会对那些还认为国政会执政的人可能会起些许的一些作用。那么大家都知道华裔选民这边的反风就特别强烈，那么很自然的很多华人都也认为说这一次一定变天。那么大家可能觉得既然都要变天了，你还要留着马华民政的华人部长来干嘛，所以直接就剿灭掉。那么可能就是如果真的变天以后呢，那么行动党那边可能会有30多席，那么他们可能也觉得说 OK 啊，行动党有30多席在整个西盟里面，那么肯定会有华人部长。所以我就觉得纳吉的这个一定要有足够的华人支持才会有更多的这个部长位置，是看你是跟谁说了。可是照目前情况，今天的这个开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我觉得那些话应该是完全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作用不大了，作用不大，因为这是华人的心态不一样了，对啊，所以是今时不同往日哈，所以呢整个选民的心态有不同。因为现在华人呢，虽然即使我们说了以老马来领进了，也是不大。也是有很多疑问，但是我发现很多华人的想法是赢了才讲，走一步算一步。对，就因为有这种想法，是尽量改变。就因为有这种想法，所以没有办法了。该发生的事就让它发生了。好，我们现在呢要马上要连线给我们在外头的记者，我们要跟在柔佛的记者陈思璇连线，请他告诉我们有关居銮的消息。思璇，请说。哎，思璇，你在线上了，来，请说。是的，那我目前呢仍旧身在柔佛的选举委员会的总部。根据非官方的统计呢，在柔佛这个前线州呢，在26个国席方面呢，希望联盟是暂时领先的。截至8:50，西盟已经在柔佛夺下8个国会议席，而国政则夺下7个国会议席。当中呢，被击败的正副部长级的人马呢，就包括国大党主席苏巴马连、拉美市国政候选人蔡志勇，以及在麻坡国席首土的原任首相署副部长拉扎里，他是被西盟的后起之秀塞沙迪给击败了。至于这个柔佛州的大臣呢，也成为各界的焦点。那拿督卡利诺丁呢，他在巴西古当的国席呢是面对4角战，而他今天截至现在我们得到的最新的非官方的成绩是，他的得票是1379张，相比西盟的哈山候选人呢，他的得票目前已经达到2400张，那遥遥领先大约1000张左右的。那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这个国会议席选区呢，就包括了有中部的居銮方面，那严炳寿是对阵这个行动党的黄书琪，严炳寿的得票呢是达到9488张，而西盟的黄书琪呢，这一次呢他自称是半个居銮人回到这个居銮来竞选呢，他得票是目前的得票是17570张。那前来搅局的伊斯兰党呢，哈斯布拉也有3129张的票。那在两个备受关注的州议席方面呢，马格达的州议席方面呢，首土的拿督加伊斯呢也有6138张，而他也是柔佛国政的州秘书，那领先西盟的穆哈默沙伊。那至于国州监工的哈斯布拉呢，在这个州议席也有1184张的票。那民吉摩州议席呢，目前呢这个国政的候选人陈信来得票是4692张，是被这个西盟的候选人周仲信呢的14531张的得票呢远远的抛在后头。那我目前呢，其实我刚才也到了这个乌统总部，那在乌统总部呢目前还没有最新的情况，我目前将会继续留守在柔佛的选委会总部，为大家跟进最新的情况，把时间交回给彭磊主播。好，谢谢思璇告诉我们柔佛的消息。那从思璇口中可以知道，麻坡、拉美市、西加莫呢都被希望联盟呢所拿下了。那更多的消息我们稍后马上回来告诉您，稍后见。目前就一个Parlimen ke-13 dibubarkan. Hari mengundi ialah pada 9 hari bulan Mei.